What? I owe him. Huh? Hmm?我捡到一个钱包，你一千的怎么少了500？是不是你拿的？我根本没拿你钱，我是捡到钱包在等失主。这五百肯定是你拿的，给我拿回来！我自己有钱，不差钱。哇哦！嗯，年轻人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不要把真诚的人当成驴肝肺。我再奉劝你一句，不要走歪门邪道，走点正道吧。我炸！正道。